来自皮里伊堡的女子16年前遗失了身份证，以致她在2015年无故成为三名外籍孩子的母亲，还遭受高利贷骚扰及恐吓，要求偿还9万令吉的债务。饱受精神折磨的她担心身份持续被盗用，逼于无奈只好向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局求助，希望阻止他人继续盗用身份充作非法用途。38岁的黄女士今天在丈夫陪同下向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拿督斯里张天赐寻求协助，指她在16年前因为遗失身份证向警方报案后就相安无事，直到2015年准备和男友注册结婚时，才被婚姻注册局官员告知她名下已有3名孩子，令她和丈夫不知所措。不仅如此，她还在2年前接到高利贷的恐吓，要求她偿还9万令吉的债务。经过查询，黄女士发现盗用她的身份证者正是自己的亲属。尽管她多次向有关当局报案，但问题至今依然无法解决。从2015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还清我的清白，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无奈，很颓丧。从我还没有怀孕到我生了孩子，直到我需要申请自己的孩子的报生纸，我都要去 JPN 找回那个官员。自从那个大耳聋的事情的恐吓，我们更是终日在恐慌之中度过，精神饱受极大干扰，日常生活起居都大受影响，甚至很担心家里人的安危。所以我真的很希望马华公务服务局投诉主任那都是以张天志跟团队可以给予协助，帮助我尽快还我清白。为了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第一次接获相关案件的张天赐也建议民众在遗失大马卡时应该尽早向警局报案，保障自身安全，防止他人恶意盗用身份证从事违法活动，同时呼吁执法单位积极采取行动。 He's very worried now because the three children is definitely not hers one, okay? Number two, she also very worried that this husband, the uncle, may use the thing and now borrow for her loan or may do even something worse. All he want is to get the thing clear so that anything it will not affect her, but she already suffered enough already. 马华雪兰莪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陈凯荣律师也在记者会上提醒，盗用他人身份证者将抵触1990年国民登记法令第25(1)(1)条文，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不超过3年，罚款不超过2万令吉或两者兼施。马新社电视实习记者温爱佳采访报道。